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我们今天继续玩火影忍者手游，然后这个阵容打上轮吧，就是中间这个忍者换一下吧，然后首尾的我基本不换了，因为换不动了，打不动了，今天直接遇到这个家伙。好成功，居然这样都行。真没顶到他。靠，蜘蛛没扔出去，死了啊。两个召唤出来了，斗鱼走秀，我操，这家伙主播看很溜啊！我操，这么猛！直接被他一串三啊，这家伙！战斗开始！靠，怎么还会被他拉起来？这痛啊！去死吧你！一下电不死，还用我这么多时间？战斗开始！对，对方怎么了啊？这深更半夜打，真不容易、啊。掉下来，怎么又是他？我操！要不要这样子啊？冤家路窄啊！战斗开始！操，直接干！先跑先跑啊！等到最后时刻再换血吧。赢了，但是扳回一局，如果捞到两个召唤，战斗开始！你这家伙这么狠！诶，我没血了，三个召唤都扔完了，战斗开始，靠，这种也喷到，靠，搞死人啊，我这又给他一套搞死了。
戦闘開始。持ってくるか。ダイバー。他跟那个小男打一局，那个小男肯定的更溜，或者是他卡掉了，好像掉线了，走得狗屎运了，输了他一把，本来这把可能还会输啊，他掉线了，那我直接送我一分。总算没有迪达拉小男了啊，没有迪达拉了啊，迪达拉换成了零次，打零次的话好打点。戦闘開始。起飞。一下下打的他连还手力都没有，迪达拉就是大林氏的克星啊！戦闘開始。完了！该炸死了！这样子打他都没有压，打他他没压力，相当大是吧？还靠一个右翻回来，那是很难的呀、啊。而且我还有两个招放。他被喷了，这下糟糕了，我擦，直接开大，我操，我不知道他也开寒娃了，我想过来蹭蹭点，哎呀操，这个有危险啊！戦闘開始。分身大爆破。カトン。我操！就剩一滴血，我操，还给他搞这么惨！哎我操，还逆袭我不成？戦闘開始！你以为我会过去吗？啥样啊，我就知道他会开黑烟等我。哇，这个打一把是不是就能上到中人二，不上人二啊，最高我就打到上人一啊，希望能上人二一下吧。首先要把小蛮解决掉，后面就比较容易一点啊。戦闘開始。
的两个蜘蛛就够了。被我那个补因为 A 的半天啊，戦闘開始几位一没有，完了，完了！我操，他顶回去，好贱！这样都可以啊，这种卑鄙无耻的招！起来，嗯。还有一个暗部又应该也容易一些啊。勝負あり。戦闘開始。カトン、防火球の準備。こちら。咬我！我勒个去！顶死你个肺啊！你个要按摩又有压力多大是吧？要想一串三，串来的迪拉拉小南，呀，应该是上了中冷二了吧？要看一下，我有奖励了对吧？难得上了中冷二，是吧？这第一次上中冷二。要打到上冷二，上冷二，上冷二，上冷二上面还不能再打得下去。哎呦，同样的阵容哟，能不能再上得去就不知道了。要是那个，这是月底就好，这要是最后一天能打这么猛就好了。戦闘開始，轮到我。混蛋。家伙好溜！又给他打下来了。卡通，防火球。还给他补了血啊！戦闘開始！防火球の術。カトン、防火球の術。靠！他这样子搞笑。他又回到起跑线，开我打他的。那个小男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哈哈。戦闘開始。カトン。那咱就是先喷吧。我操！你这个黑屁人物。我操！还给他拉下来了。靠，这种人来撑得住？我靠，小男就是小男，不是一样。
两天半就搞定了。戦闘開始。互相伤害。好危险。哎呦我操，就差一下下呀。一个电解决了。哎，升冷二，上冷二的位置就保持了一阵啊。算了，我们这个大通宵打的有点累，就打到这，保持上冷二够了啊。还有五天时间，火山能不能保持这个屋？这种状态到月底，金币最近都是抽那个飞段抽的，没金币了，好坑，金币都抽没了。哎呀，还有十二片啊！宇智波鼬又要买宇智波鼬，对吧？这佐助和一尾咒印佐的都是啊，都差一片。你看我这个组织他们送碎片啊，送碎片，他们那个很多人都有送这个暗部一五什么一尾啊，咒印佐啊，对吧？你看咒佐送的人很多啊，看。哎，这边还有人送飞段哎，我怎么还有取了个那个啊，对吧？我这个飞段没人送了啊。我还差十二片，要是有人送我两片就爽了。还有波魂水门，要加入比较大的组织，他们的碎片就多啊。等我再拿一片咒印佐，我也来许愿咒印佐就好了。又拿一片，我也可以许愿又啊，对吧？那我们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欣赏啊！欢迎大家去跟伟哥视频点赞。这大半夜通宵玩了。